的现在是深深相信，这次乌龟集结点来，一直在保护南洋地理员。不过后来你学家也就报告跟古代的神话故事随意推翻，因为你的学家的违规导致的桃花是七千年前烈火山喷发中所形成的一座桃花。火山爆发时，它有两个火山头，一个大一个小。比较大的，我们现在说手臂，旁边的是乌龟背部。它形成的火山喷出的岩浆量比较多，我们现在发现，它从七千年前到现在，几乎有时喷发最少有4次。所以每次喷发，你把它不断增高，目前累计来到海拔390。